脸。是啊，我不知道拍什么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生日企划，生日快乐！来，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五月哦，对，现在是五月哦，对，我生日还要再两个月哦，欸、对，要提早嘞。到底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后面的剧情我完全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也不知道，被蒙在鼓里的讲，所以你知道大概在干嘛吗？我知道他们会神出鬼没的在你周围这样，然后不知道他们要干嘛。看一下今年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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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他们的车是什么颜色？因为是不是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着打字，然后呢，希望老板不会看到，然后我身体靠很前面。加油，今天要成功，绝对不可以被他发现。小心小心点，新的台那台浩克，浩克在这边。好像比我们快一点点。哦，那很好啊，就等我们啊。对，我刚刚说请避开什么什么地方。正右方。我们现在要回去跟老板应该不用正面决斗。请避开什么什么地方。正面决斗。正面决斗。大家集体吓到！大家集体吓到！我没有，等一下没有，我刚刚没有。你看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。老板车就在前面，老板车。怎么怎么开那么快？我们很紧张。不是会被发现，他如果往后面。对啊。他走了。开很快。对啊，开很快。蔡宗翰飙车了。200公尺就到了，嗯，是吧？
爸爸给你。喂，你们在哪？我们要去景点加油站是吗？要吗？我们也在一个加油站。对，我们也在。我们实际，我们在中山，没有实际。综合医院。对，医院对面，星巴克。医院对面，那是在我们这边啊。我们也在医院对面的那个。你们哪里？你们哪里？哪里？我们加油站会比较方便。加油站，好，那就加油站。好，加油站，好，拜拜。你我想尿尿，你让他去腰上尿尿呗。全尿。你看我们连尿都不敢尿。飘飘在做任务，老板人在这边，其实蛮明显的，我们其实很明显就在他旁边。背对吗？对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老板在那边，有，在外加。哎，真的好像是他们家会经过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我们拍完了，我们拍完了。嗯，就到下一个地方了。对，因为刚刚应该有拍到。那拍到就是他等下开，应该会开到前面。没事，有拍到。可恶！拜拜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好紧张呀。还有谁还没猜到？我、你、莎莎跟丹西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真的拍到，我们可以转行当公仔。那个。
是啊，他刚刚一直在说，我要研究狗仔是怎么拍人家的。偷懒啊！哎，偷懒哦！偷懒啊 ！Let me take a selfie。老板一直改地点，嗯，老板想要甩开我们。老板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好紧张啊！但刚刚他后说是因为没有人，没办法接访，所以应该是还没吧。Peace。我们要去北滨公园吗？发现老板的车在我们后面。他们有进来吗？那我们就准备停个准备，好，小心小心，靠北啊！他们有进来，对。在尝试，他们好勇往直前呐、啊！好累哦！老板现在是上车，会不会遇到呢？我们现在很大胆的。最好啦！哎、欸，阿伦哎，是阿伦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剩我跟黛西，跟你。那我们刚刚去太平洋公园，结果去到了别的地方，太平洋公园。去到别的太平洋公园。然后别人都把任务完成了，剩我们四个存蛋。然后老板现在去尿尿，我们要去偷看他屁屁。被失败啊！不是要跳？哎，他们刚刚是压轴，只能这样子跑，屁股不疼，不疼，压轴。这里应该有莎莎竹跟山佑，还有阿伦。他们正在执行秘密任务。Thank you.
已经完成任务了。你已经完成任务了？对。什么时候？偷偷的。哎，但是其实他这一关可以挑战，被发现就算了，我们就直接出来。可是不要在我们访完啊，我们赶快访完，老板一直想回家，赶快。老板，我们在你旁边，看到我们，看到我们了吗？蔡伟嘉啊，还在拍王敏照啊？我拍到我们吗？实习网红 YouTuber。我们家从软银就往这边走，所以我们要转角，我们要转角那边。对，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太明显？稍微这样。转角看。太足了！等一下，这梅子吧，它是梅子，它好像梅子哦，它好像梅子啊。接机长龙啊！好了，我们要许第三个，我眼睛没有闭上啊！那你干嘛啦？没有啊！二十五号你在清屁啊！剪接是需要时间剪接啊！笨呐！而且到了七月，你会那个防备心很重。对，老板，你有发现吗？你有发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一整天你知道吗？你们跟我一整天？他们还有秘密任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跟了一整天。你们跟了一整天，可是我们刚刚到这么近，你们还没发现我们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车子就停在隔壁。哦，你在旁边那台车是你们了。他想问我啊，他们怎么停？他还跟我说隔壁的人都也是停在这里等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跟你合照过。啊，真的？屁耶！真的，你回去看一遍喽。生日快乐！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。觉得无趣，温馨啊，很温馨啊。好，温馨的。小小的，开始了。老板生日快乐啊！谢谢你平常帮我照顾老婆、照顾小孩啊，明年再麻烦你啦啊！谢谢。嘎哥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大家的照顾，让我们在这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茁壮。爱你哦，生日快乐！
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，真棒！家在这么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要祝你生日快乐！遥想当年，不整他也不行。对啊，还在怀疑。